我跟你讲，哦，恁朋友嘛拢在在咧等，唔免阁讲咧。有啥？好好无？哦，付现金，啥物啊？提款卡现金无？这个，这个是几手机啊？那个是，那里面你们查里面没东西。无要紧，这是几手机啊？哈，还付现金无？现金，存款簿。现金，现金，只有这些而已。有没有存款簿？有没有提款卡？陈总，别啊！好啦，你叫客啊，哈，你叫客啊，客盘啊，客盘啊，啊，图片在倒位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卖我规间在车街。我真正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无。哎，啊，我有食，嘿，我有嘿，但是我即马无面的啊。不要紧，吼，我跟你讲，和你讲，吼，有提出来无，我嘛是爱跟你请我扫票，好你听无？好。啊，有提款卡是啥物啊？无。就是提款明细无？这样我都没有。这样我都没有。哎你在这么在啊，收票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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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他，诶，那什么收据啊？开，收据啊，公牌那些啊。什么？什么？玉来投资证，这是等于是你的李强恩员工证。啊，相片是你吗？对啊。啊，还有什么？西装。西装啊。啊，这个西装拿出来看一下。嗯。好，西装拿出来看一下。看到了吗？啊，对，一件衬衫。